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来示范一下松针。你看哦，松针就是像松树一样，它这里面都是织长针。好，我们这里面我是要织11针。好，那有很多同学就会问老师，你这里的长针怎么会这么漂亮，这么平，好，不会泡泡泡泡。好，那我是这样织的。比如说我们长针是不是三个锁针的高度，你只要织两个锁针的高度，你就轻拉一下。好，第二针也这样轻拉一下，轻拉一下，只要你轻拉一下，你的长针就不会泡泡泡泡，会很整齐哦。你可以试试看哦，你的每一个长针的地方，你就一开始拉两个锁针的高度，轻拉一下，好，你就会像老师的这个长针一样，这么的整齐哦。试试看哦。好，再做一次，就是拉两个长针的两个锁针的高度，轻拉一下。好，再示范一下，拉两个锁针的高度，轻拉一下。好，轻拉有一个什么效果，就是会让它平而且整齐，不会泡泡泡泡。好，大家试试看哦，加油哦。